师傅，还有人下。被盯上都不知道，能不能有点防范意识？ 没事吧？夏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都被人跟踪了，你都不知道？啊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呀你？赵叔叔。赵叔叔，你们认识啊？这是我隔壁邻居赵叔叔。啊！赵叔叔，对不起，我合着把我当坏人了是吧？切，我也真是够背的，我赶着回家看球都来不及。 对不起，赵叔叔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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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不上球啊，我哪儿都不舒服。对不起，赵叔叔。夏石，你刚刚那一下还挺幽默的嘛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你回家那段路修路了，灯都没有。你怎么知道我家那段路没有灯啊？我又不是没去过你家。啊，对了，你能不能有点安全意识啊？ 今天幸好是误会，万一真的遇到坏人怎么办？真的遇到坏人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学校也没有教过，要是真的遇到坏人，我怎么办？学校里明明开讲座讲过这件事情，你是不是又睡着了？怎么这么喜欢睡觉？因为梦里可以看到，见到我想见到的人。 走吧。万一你以后真的遇到了危险，你就跑，往人多的地方跑，然后大声喊叫，引起别人的注意。难道不应该直接喊救命吗？你喊救命的话，不一定有人会管你，但。 你如果喊失火了，就一定会有人站出来，因为人都是怕死的。嗯，有道理。李沧鱼，嗯，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信啊？当然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夏石啊。 上去吧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嗯。你干嘛？有什么事吗？ 没事儿。
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要不你来我家吃饭吧。啊？嗯，反正你都到家门口了，你就到家里坐坐也行啊。你要是到我家的话，我妈肯定会很开心的，她一开心就会做一大桌子菜，这样我也能吃到好吃的了。不过你要是不想来的话也没关系，因为你能送我回来我就已经挺开心的了。嗯，我觉得桑榆，你干嘛呢？阿姨好。夏石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就瞧你客人到家门口了，怎么不让他上去坐坐呢？不懂事。哎，坐坐坐坐坐，来，进去进去。阿姨今天正好买了好吃的，给你做啊。阿姨那个在家里吃饭了啊，来。